贵客请稍后。 这儿做什么？一个个凶神恶煞的，连碗热汤都没有。阿福，林不疑本就是长清兰之人，但未曾想到，连府邸都冷冰冰、阴森森的，这根本就不像府邸，像军营。嗯。可为何连个女娘仆妇也没有？你不是女娘吗？ 吓我一大跳！有你一个便够了。林将军有伤在身，怎地还特意迎将出来呀？快坐下歇歇。总是卧床休息难免烦闷，所以出来透气。不知程将军，您来做什么？啊，林将军搭救了舞女的性命，理当登门拜谢啊！哈哈哈哈。 陈四娘子，你们坐吧。不坐，不坐，阿福，快！哎呀，多亏林将军搭救之恩，否则小女就掉下山崖了。少商，还不快谢过林将军？多谢林将军，还望林将军。 保重身子。若是想要保重身子，就不会救你了。这林不疑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呢？还不是你非要来。走吧，阿福，我们赶紧走。撤。林将军既有伤在身，当多加休息，我们母女就不打扰了。妇女。阿福说错了吗？令。 为夫人备下谢礼，以命人送医院中，告辞。也不知是否是阿福的错觉，只觉得林不疑今日看阿福吧。 尤其不顺眼，句句似的呛我，还不能将我生吞活剥了。不是错觉，从他见到你开始，脸色就极其不好，说话也不生好听。阿凤，啊，你是何时得罪他了？哎，皆道是文人相亲，谁知武人也相亲，只怪阿凤啊，为人太过优秀，连他都嫉妒。<笑>我明白，阿凤，我们快些回去，否则我腿都软了。程娘子，程将军。 留步。方才我们少主公发现了半枚玉佩，想必是女公子无心落下的，只是无论如何也寻不到另半枚，所以还需劳烦女公子回去一同找找。嗯，这就去找。哎，听闻程将军力大无穷。 以玉佩要挟，林将军此举非君子所为吧？你就这么怕见我吗？来探个病，还要带着阿福来撞单？我为你牵扯旧患，你竟连来探个病都不情愿。林将军的伤还痛吗？你只问我痛不痛？ 不问我是否有碍于公马吗？不痛便好，能不能上马拉弓，这有什么要紧的？那日在华县，也只有你问我是否会痛。
你当真有些许特别，少主公。 少主公，太子殿下率御昌郡主来探望少主公。御昌郡主，他来我们府上做什么？我与他不熟的。啊，他不是经常来吗？全都城的人都知道他爱慕少主公啊。啊，他。 太子殿下到，子胜，子胜见过太子殿下。子胜不必多礼，单剑受你伤势严重，我赶紧来瞧瞧。我也是看学生少伤焦急，误以为将军伤得严重。凌将军，不会怪单剑打扰吧？若我觉得打扰，你就不会来了吗？单剑也是挂心子胜你嘛。其实吾等都很担心子胜你，特别是玉昌，更是担忧的愈演难免。 这位女娘是曲林侯陈氏之女陈少商，见过殿下。她就是之前与娄家退亲的那位程四娘子。少商妹妹，你被退亲时，我日日为你忧虑。如今来探病，怕不是心中另有盘算了吧？今日来见林将军，是为答谢救命之恩。你若不信，大可问林将军。 没错，我是为他而杀。嗯，就怕有些人假道谢之名，行亲近之时，赖贴上去，夹缠不清。也不知道是谁为乔林将军压垮乔调进湖里去。谁假缠不清，谁赖贴？今日是我请陈娘子来府上的，有何不妥吗？ 可他私下还与其他男子私会拉扯过。我家婢女在城市货栈旁的僻静处见到过，说那人的身形绝非楼妖，也非你阿父。你胡说！王娘子，那位男子应是在下。 那日程三娘子也在，不过有事不曾跟来，在下未失代传音信，特去请求少商君相助，有何不妥吗？有的人啊，满脑子都是男盗女娼，便见谁都放荡。我与袁公子若是有半点见不得人之事，我出门就被马车撞死。林将军，保重身子，我走了。 今日之事涉及袁氏满门清誉，改日擅见自护将车骑将军要说法，告辞。哎，王娘子在我的府邸上侮辱我的贵客，是打算从今往后都与我作对了吗？哎呀，子胜，这不过是场误会。子胜，你的伤可请孙医官看过。不必了，我伤筋动骨不要紧，我想殿下。 还是请孙医官为王家娘子瞧瞧，去瞧瞧她的眼睛，双目盲症，不智会瞎。来人，送客。你们，哎呦这，哎呦，何必呢？这是何必呢？都是亲眷，不要动怒嘛。你，子胜，我。 哎呀！
皇兄这是要去何处？发生何等大事了？如此慌慌张张，岂不失仪？玉昌被子申气得心碎，我怕他做傻事。你们赶紧进去，我去追他。第一长子又如何？穿上龙袍也未见像得了太子。三皇子，少主公刚歇下，请容我这就去通禀。他去歇下，我等就不进去了。舅父寻了一些上好的药材，劳烦炖给子胜服用吧。是。你终于回来了，迟了15年。霍家军传信官韩武拜见少主公。你既还活着，为何迟迟不露面，还要等我们找你？你可知霍家军逃兵该当何罪？属下当然知晓。林将军欲如何发落属下，属下无不聪明。属下非有意劳烦林将军找寻，只是当年孤城城破，属下得以苟活，曾有意联络旧日同袍到都城向圣上禀明全部，可属下一旦泄露身份，联络同袍便遭到劫杀，只得隐姓埋名，混迹市井，直至前日被梁秋小将军发现。林将军安然无虞呀。我问你，那日孤城城破，霍家军全军覆没之时，你在何处？属下当时不在城内，被将军派去求援了呀。林将军有所不知，当年孤城守军军械被人调换成了劣质军械，难以抵抗。霍将军不得不派属下和另一位同袍前去附近驻扎的岳氏部曲以及前安王大军求援，谁成想援军未到，孤城已破。那日孤城城外有瘴气，岳氏与前安王大军均无法冲破。是也，迟了3日救援。属下有所耳闻，当年小月侯曾派一队兵马去查探瘴气，全部因此丧命。可后来有人看见，当日派出的战马竟出现在兵营之中。若这瘴气有毒，为何人已死，马却无虞？你的意思是，这瘴气有毒是假？尚不能断，只是属下觉得蹊跷。还有一事更为蹊跷，待瘴气消散，军中医师前去临终验尸上报，然不知为何，事后这些医师悉数失踪。
属下想查探这些衣饰，若有人尚在人世，可查得线索。准。谢少主公。哎呀，人家二郎和小女娘在程家货站门口这么站了一站，就谱出一段风月佳话。参加此生英雄救美啊，累得旧伤复发，这些嚼舌根的女娘们怎么不好好的口口相传一番呢？哎，不然这口口相传的多是些风言风语罢了。可若无这些风言风语，这又如何顺势撮合成亲啊？此生终身大事耽误多少年了？陛下，子胜一直是有主见的，陛下不用担心，倒是咱们的五公主整日念叨着要学子胜不成家，想要自由自在的。荒唐，小郎君尚可先立业再成家，一个小女娘拖拖拉拉不嫁人，上了岁数，外面的传言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啊。是啊，别的不说，就说这程家的娘子明明是为了成全忠义才向娄氏退亲，上被人嚼舌，如果小五不嫁人不成亲，那世人的谤言又该是如何的？证明她快快嫁人也是为她好嘛。可惜子女多数不知父母良苦之心啊。唉，这世间水言谤语对女人总是更苛责些，朕也不是让她远嫁，岳氏和宣氏两族联姻，宇文氏三族相连，砸碎了骨头还连着筋，都是一家人，嫁给岳侯世子有什么不好啊？陛下对子胜尚可耐心相劝，小五倔强，陛下更要与他好好的说道理。朕照顾子胜，那是因为亏欠霍兄，他是朕的亲生女儿，能一样吗？只是现如今难得子胜有能入眼的女娘，朕自然是要多费心撮合嘛。陛下打算如何撮合？朕要选程家娘子入宫觐见。吃得下去。一大早手忙脚乱的奉诏入宫，早上也没来得及吃，为何吃不下去？我问你，你那日探病林不疑，中途是不是出了什么纰漏啊？不曾出什么纰漏啊。阿父不也在吗？阿父后半程也不在，怎知道？只是那一日林不疑看起来确实不太高兴，莫非这圣上传召不知是祸是福？是祸也躲不过，担心有什么用啊？要先教你一些保命的规矩，你入宫之后见了那些贵人要行跪拜大礼，祝皇上千秋万岁，祝皇后起居无恙，要称你阿父的官职在前，称自己的姓名在后，这些可都听懂了？嗯。
现在教这些我也学不会，早干嘛去了？完了！你这探头探脑的做什么呢？在家里没规矩也就算了，这进了皇宫可不能再如此了，否则会祸及成家，也许还会搭上性命。你可知晓了？下车了。程家女眷不必下车，圣上特地有吩咐，女眷们腿脚慢，走到宣明殿不知要何时，可坐马车抵至宣明殿。这样更好。啊？坐马车直抵？臣父，这臣女见过陛下、皇后，陛下千秋万岁，皇后起居无恙。免礼，此座。谢陛下，谢陛下。瞧什么呢？这灯可真大，我从未见到盖得如此精致的房子，第一次见，很难不喜欢。哦。坐下。陛下宣召臣与家眷，臣与家眷不胜荣幸。哎，禅心不必多礼啊。之前你委曲求全，你娄家退去了亲事，朕还不曾嘉奖于你和你的全家呢。何将军满门忠烈，为国尽忠，臣全家对其伟德感佩至极，自要满足何将军临终之言，不曾委曲求全。过谦了，陈爱卿，这奖啊终究还是要讲的。那个是爱卿之女吧？是。啊，过来一些，让朕和皇后好好的看看你。哎，让你坐近一些，离得那么远，如何说话呀？你不要动。嗯。放下，放下，放下。
陈家娘子，你闺名是？我。程女叫陈少商，曲艺琴弦。少商弦。少商，倒是个好名字。今年齿龄几何？啊，我已经过了及笄好几个月了。朕问你，你与娄世子退亲，你这心中可有难受啊？回禀陛下，难受自是难受，不过我家不曾想毁约，只是知道此事不得不为。此话怎讲？小女子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数月前，我在家书上任的华县，看到兵祸后民众的惨象，所以小女就想，正是因为天地无情，冷漠看待世间，所以我们生而为人，更应该仁义为怀，互助互悯才是。若只是为了自己的得意而不顾他人气血，此乃禽兽所为。你可知这句是哪位圣贤说的？孔曰成人，孟曰取义。荀子觉得人性本恶，所以天地不仁这话定不是他们说的。嗯，法家讲利弊，墨家要兼爱，前者只顾着人间利来利去，又不管这世间仁不仁义；后者则是觉得世间太仁义。既是如此仁义，人们更应该珍爱彼此，所以此话也应该不是他们所讲。最后一个就是道家老庄，所以此话定是老子所说。为何不是庄子？因为阿母让我看的庄子书卷我不曾看，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你倒是猜对了，但这意思却不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是把万物当成猪狗冷漠无情之意，而是说天地对待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一切顺其自然。这句话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是啊。陈万清，厉害啊，你啊，教女有方啊。啊，不敢不敢，都是内子教的好。陛下，因常年在外征战，十余年未曾归家，妾与将军教女无方，还望陛下不要见笑。少商，你父母为了国事耽误了你的学业，愚见你甚是聪慧，陈将军和陈夫人只需略花心思，定能把你教好。多谢皇后夸赞。皇后，你长得好美啊。老娘休得无言。那朕要问你了，是你阿母好看还是皇后好看啊？皇后好看。陛下，小女不懂规矩，今日初见皇后，言语冒犯，还请陛下恕罪，皇后恕罪。无妨无妨，朕觉得这孩子呀，率真、坦诚，倒是有趣啊。对了，两位爱卿早起奉诏，应该不曾用膳吧？阿父阿母不曾用膳。我用膳了，我在车里吃了一个饼子，不过现下还是饿了。哦，你吃过饼子了？好，好，那你们全家留下来，和朕一起共用午膳，如何？我看行。哦，你看行啊？好，好，好。启禀陛下，万将军进宫了，
此刻正在崇德殿候着。好，朕令过去，两位爱卿，和朕一起过去和万卿聊聊天。是。翟敖，带程家娘子去长秋宫偏殿稍事休息，晚些咱们再小聚家宴。老身去服侍皇后换衣，程娘子且稍坐。是榆木做的，好生节俭。此殿堂高三丈有余，柱围却两人可抱，可见并不完全依靠梁柱来支撑。这倒是与寻常百姓家的屋舍不同。不知道是用了什么妙法建起来的。五号，五公主，皇后正在更衣。五公主，五公主，五号，他们竟说你与父皇有正事要议，苦苦拦着不放儿臣进来。你父皇本就有正事，于还能骗你不成？你身为公主，出身帝王家，自幼熟读宫规。怎能进宫恣意喧哗？若被你父皇听去，又要重重罚你。父皇就是偏心，儿臣这公主还不如寻常人家女娘自在。你自出生就锦衣玉食，你父皇何曾亏待过你？锦衣玉食就不是亏待吗？母后也不缺吃穿啊，为何还整日愁眉不展的？还不是因为父皇眼中只有月恒和他生的儿女。朝内朝外何人不知，她月恒才是真皇后。放肆！是谁在你面前挑拨这些离心的话去？是儿臣府上的幕僚，他们一心为儿臣谋划，不曾挑拨。你一介女子，又无需治国平天下，用何幕僚？你即将嫁给岳氏，与这些儿郎来往密切，你让你未来君舅小岳侯作何想？儿臣来正想为此求母后，这亲儿臣不接。儿臣才不要嫁给小岳侯之子。月恒的外甥文不成武不就的，连三公主家驸马都不如，为何我宣誓联姻的郎君儒雅博学，他岳氏非要出个浪荡子给儿臣？这明知是害儿臣，可是暗中欺辱母后。胡闹！三公主曾心悦子慎，可在你父皇赐婚后依旧心甘情愿嫁入宣室，你又为何不可？那是林子胜瞧不上他，我宣誓的儿郎又不比林不宜差，才不得不选。我要是答应嫁给岳氏那浪荡子，他怕是要笑死我。母妃没瞧见，五公主哭着跑进长秋宫的慌张模样，真笑死人。看来父皇果真铁心要将她嫁去舅父家了。真的是，他有何不满？娶一个如此骄横无礼的心腹。说来还是舅父家吃亏。
你表哥那般浪荡子，五公主不愿嫁他也不奇怪啊。凭何不嫁？儿臣当年心悦子受，父皇让儿臣嫁与宣室为妇，儿臣不也含泪嫁了吗？同为公主，同等联姻，凭何他想不嫁便不嫁？我劝你还是少白日做梦些。林子深若是看得上你这般鬼模样，还至于令你父皇为他担忧多年吗？怕是能嫁他的女娘早就能绕都城围一圈了。母妃，你怎如此贬低亲生女儿？不服呀？宣室驸马有功勋傍身，非但家世清白，为人更是刚正不阿。你想想你那表哥，成日里花街柳巷的乱窜，哪个女娘肯嫁他？若是让你跟小五换个郎婿，你乐意吗？那小五满腹幕僚呢？日日凑在一处，假称商议国事，实则背地里作甚，谁又知道？小五不乐意，不过是因为瞧不上远氏。你少在这儿煽风点火。你自小在你舅父家长大，他定是没少在你面前挑唆长秋宫跟我岳氏的恩怨。今日我把话放在这儿，我此生只图个清静日子，收起你们肚子里那些弯弯绕绕，少给我惹是生非，否则我定不会保你们。时辰不早了，去家宴吧。母妃不去。我最烦那些无趣的宫宴，又不是个个都熟，何必在一起假装热闹？那母妃就让他们长秋宫出风头了。我愿把风头送给谁就送给谁，你不服？我不服。若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林子生至今也未成亲啊，为何父皇纵容他逍遥自在？父皇纵容他胜过亲生儿女，怕不是他林不疑才是父皇流落在外的孩儿吧？你怎可如此侮辱你父皇？子胜是霍将军外甥，是霍家唯一血脉，当初霍家为救天下全族皆亡，以至于你父皇愧疚至今，你怎能说出这般凉薄话语？霍冲不过是林子胜舅父而已，死的人再多也只不过是母族而已。明明自己的阿父阿母存活在世，是他脾性古怪不肯亲近，偏偏赖在宫中抢儿臣的阿父阿母，何来此理啊？住口！你再这样胡说，玉可真要罚你了。母后只管罚我好了，我知你们都弃我武艺，可我无非是想做个如男子般行走朝堂、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的女娘。总之，我绝对不会嫁给岳氏。若我连自己婚事都做不得主，不妨一死了之。母后，你去哪儿啊？我话还没说完呢，母后。母后，哎，哎，哪儿来的贱婢，竟敢偷听？我不曾偷听，是你嗓门太大，我不想听也得听。大胆，敢在长秋宫中放肆！来人！将这个不知尊卑的贱婢拖下去杖责。是，五公主留人。五公主，此乃曲陵侯府的程家娘子，首次进宫，不知晓宫中规矩。程将军乃新晋武将，孤城一役立下赫赫战功，被圣上封为曲陵侯。圣上常说要善待功臣之后，还请五公主莫要与程娘子置气了。原是个军户之女，难怪如此粗鄙不懂礼数，竟然厚颜无耻，胆敢在长秋宫中放肆。明日我便禀明父皇，处置你这贱婢。不，连同你父母一同处置，罢了他们军功，将你们全家都赶出都城。五公主消消气，何必与小娘子一般计较？圣上命奴婢带程娘子前往家宴处，若五公主不解气，再骂几句也可，只是耽误了时辰，就怕圣上怪罪。又拿父皇压我，
你命好，若非有宫宴，我定饶不了你。宴席上最好小心谨慎些，莫要让我抓到把柄，否则让你们程氏全家赔罪。